好，那我们比赛继续啊。这个每次日料之后，感觉图像都会有些变化。这个变化究竟是怎么来的，我也搞不清楚啊，搞不清楚。啊，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吧。现在这个。好，那么继续比赛这边。哎呀，看着这边。刚粘住他，就露个人头，就是下边啊，因为是日料的是，貌似提前了1分钟，好像看的是他们刚退的那个档是吧？这我也不管这个事情，刚才刚介绍完这个 ban list 的，那么左边我们说天才方有一定优势在前期，啊，右边呢精卫方有一定优势，前期起码左边两个大肉蛋子不会死是吧？不会死，那今天也是有。人在论坛发帖啊，在 BBS 点路人点 CC 发帖，说这个什么啊，下雨下的人尾了，每天憋到家里不能出门。哦，我给他个镜头，看这下猫在这里等火枪沾边，因为火枪没有什么逃生能力是吧？这也是火枪容易当银行原因。这个位置只要稍微不好就会被晕住了，强晕。但是死灵龙最大问题，死灵龙没有输出啊，减速。也是一个 D N 上，但是输出跟不上，那两个人输出明显不够。那刚才火枪有点困难啊。如果这个被换成 Viper 就不一样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择让死灵龙 solo，我觉得死灵龙不如在边路打，因为就我 pub 的感觉啊，死灵龙这个英雄在边路上点射抹血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。VIP 在中路可以到5级之后跟边路的死灵龙换路。当然，我是一点这个拙见是吧？我这个菜鸟，这个建议也没什么，我只是说在 pub 里大家可以这样打吧。CW 里面如果对线像 Leon 加 Sven 这种虎狼之师，啊，这个不好满足的人，哎，这边后手剑能射中吗？刚才那个位置上可以后手剑，因为有车子在挡。我们知道这个车子是挡不了，POTM 的剑的啊，他不能顶这个剑的。这边我们看，啊，没有怎么样，又粘住，哎，这个亮的位置，这个难道我掉线？难道我尴尬了？这个有点尴尬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会解决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给比赛，这边又是戳了一下亚美尼。那么杨梅来的补刀术，我们看他1700多块钱，随行的只有200多块钱，这个他补刀多么牛逼了！啊，这个也是点射非常的牛，是吧？点射非常牛。刚说论坛有人说他这个下雨下的啊，那边很热是吧？我说我这里很热，但是很不湿，啊，老是不下雨，搞得我很热。我的风扇又坏了，这个本来今天跳蚤市场我想去把这个风扇给卖了的。就后来想，我风扇坏了，别人还得修啊，别人还骂我奸商。我算了，我就坏了，我就不卖，我就自己忍受着吧。这个你拿戳补刀呢啊？你戳也不戳人，你戳地板。地板难道跟你有仇吗？地板以前难道这个这边粘住，但是死温皮还是很厚啊。我看到死温虽然是已经哦，这个罩子我们知道，像这个 LOA 啊，这个英雄配。配亚龙，如果给他罩子的话，那么亚龙在中期的越塔强杀就会非常非常的牛。我们知道，实际上中期5级之后，亚龙最怕的就是被他越塔强杀。那你配上罩子之后，这个越塔强杀就是啊，有如神助了。啊，我觉得这个，像这个 DOT 设计很好笑啊，像这个全能啊跟 LV 两个人都是人族的王子啊，结果两个人都有套子。哎，这个也是不是 S Frog 在暗示着人类发明的套子这个伟大的物品是不能被其他的啊，不能被其他种族所取代的？那么已经开始招小龙了，开始控制视野了。天台坊已经，但我也刚注意到这边吸小兵，那这个 Mana Drain 也是被认为是比较英霸的这边一个视野。看到满地图已经把对方地图全开了，但这边用的龙站到高地树上。但现在这个龙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耐打了，不过呢，招起来更快了，是吧？可以作为一个速推的利器。哎，你只混经验不往前，但是你这混经验还是被会。哎，这一剑好险，保住后手虽然没有接中，
剑吧，但是，哎，这个跳的位置漂亮，一个位被躲过去了，被这个最该中的人躲过去了。那么现在这个 Tiny 被他狂点一个 T 点一下死了，这个点就死了，倒了。那么我看蓝胖子蓝还够爆一下，而且貌似是啊，貌似不是多重，多重他就已经死了，会出字的我记得。就这一剑，哎，这一剑怎么两次两剑没中？这边喝了一口药，一棍抡死，被萨斯抢人头了。左边的一塔相杀，那么开了一个大，还是把斯文干掉了。这个雷昂跑哪去了？雷昂游走去了。你一游走，把你队友给游死了。啊，这个抛弃队友啊！哦，看到这个艾斯，真的是辅助的料是吧？专门给这个亚美德啊，这个暖被窝啊。给他暖被窝热枪的是吧，非常的。这边也是红血不忘拉野怪赚点小钱补给。 LV 我也见，一般 LV 跟全能其实两个英雄也是很有特点，就属于那种完全不顾自己死活的。但是 LV 中期还有一点点 farm 的这个能力，像全能的吧，因为他的招数太硬霸，团战就是必到那种，所以说连个 farm 时间都没有。这边也是看到火枪这个狙的这个很帅啊，拼给了一个魔兽世界里面猎人标记啊，猎人一记，我当然没玩过猎人，但是被猎人杀还是上过这个标的啊，超帅的。这样你以后在被标中之后，你就可以默念一二啊，然后蹦一个跳刀，是吧？大家可以知道那个火枪狙的十把前腰嘛，算好了就可以跳走了。当然你被这个狙了之后，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啊，是不是赶快吃个药，或者是。怎么地？那 Viper 一个人单一会儿，这个时候我就 Viper 黄金时期不要出来单，赶快救救下路吧。下路这个 Lina 跟小胖子啊，两个人混的，哦呦，这干什么呢？这个还要玩，还要引诱别人，怎么不捡呀？这还要玩引诱呢？这边先手一晕，后手直接一剑，这没有任何悬念的一套 combo， 这个 combo 也是非常强悍。我们说在线上，也是之前说这个高端晕跟。高端死的低端死的，那么像胖子跟月女在一个阴暗的角落，在这种没有兵阻挡的情况下，先手晕加后手晕，而且两个人都有两个伤害技，你注意。